嗨，Hi, 大家好，欢迎你收听教徒课 Just Talk，我是 Shannon channing 这是 Music Life Volume One。那今天 Music Life 的节目，我们还是继续讲金曲奖哦。可是今天是讲说金曲奖招待我们音乐圈的人听的一些课程嘛，uh, 所以啊。Uh, 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住在台北新一区的 Humble House 酒店里面，然后每天好像三天，呃，都可以听到呃不一样的呃音乐圈最大牌、最呃有力的人，从各式各样的国家来的，听他们讲话。他们有找澳洲、澳大利亚的人啊，呃，欧洲人啊。 日本人啊，美国人啊，加拿大人啊，台湾人啊，大陆人啊，一大堆就是音乐圈里面很厉害的人，然后让我去听他们的就是想法，然后他们教导我们。那其实我当然没有每一个都可以听到，但我听了好多，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有九个，我听了大概七八个吧。嗯，然后嗯，就很酷，我觉得很。 很记得，在在我脑袋很深刻的记得的，有一个是，呃，他请来了几位，就是嗯，流行，就是要讨论流行歌，然后有一位他应该是他是华人嘛、啊，那他应该是中国来的，然后他讲着就是让我很深刻，是他在他就马上上台的时候就骂了我们大家。<laughs> 然后后来就是从呃、uh, 比较有、哦、中文的文化的程度的一位人跟我说，那位先生很大牌耶，他是在我们华语音乐圈里面算，就是 like the godfather of。 写写歌词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那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我 A B C 呀、啊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只是觉得他讲话很大胆，然后很很酷很帅，因为他马上骂我们嘛。他就说：“现在坐在这房间的人，呃他没有没有，他说音乐现在会变成这样子乱七八糟，都是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的错。”哈哈哈哈。 直接骂耶！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嘛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对啊，因为现在的流行歌可以这么，就是，嗯，说真的，现在很多啦，不是没有每每一个啦，可是很多流行歌写的那个、歌词到底在说什么？美国也是，你知道吗？就这这也能变成一首歌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你们乱说话。然后就是其实也教导的。” 下一就是年轻人教导年轻人和小孩子很不好的东西耶，怎么可以这样乱写歌词了？那他是写歌词的人嘛，所以他就说，其实就是你要什么歌可以流行，坐在这边的人就会让他流行，所以不好听。 不好的写的不好的歌，他要流行是很简单的，因为这不是观众的错，这是你给他听什么，他只能听这个。你会把它一直放，一直放，一直放，放到他流行，也是我们坐在这房间里面的人的错啊。然后他说的真的很对，像中广也有流行网，所以他如果天天都放很难听的歌给大家听，大家就会觉得哦，好吧，这就是流行音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我们党，我不觉得我们会这样做啦。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想要听更。 好的音乐的话，其实真的要呃负责任一点去呃去把音乐写的比较好。那他就有提到小苹果那一条歌，然后最好笑是就是 produce 小苹果那个歌的员工，他们也坐在这房间。那小苹果真的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歌，可是每个小孩子都会唱。那, <laughs> 那其实有时候也是需要这种搞笑的歌吧。 那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因为我超不喜欢那条歌的。说真的，我觉得 Oh my God，在干嘛？美国也有这种很无聊、很说真的很白痴的歌，你 you know 就是很容易唱，大家都会唱。可是真的很白痴嘛？可是这个金曲奖他请来他，然后他就是让我们音乐圈的人自己心里有数，请来这一位大师跟我们说好，说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乱乱带。 带坏流行音乐的圈了，我觉得很酷，所以我可以真的说，就是台湾金曲奖带着华语歌圈、还有亚洲歌圈、还有全世界的歌圈来，在教导我们音乐圈的人不要再乱写歌给大家听。所以啊，你们应该听完这个应该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接下来这几年音乐会越来越好听，我有这种信心。 呃，就是参加完金曲奖以后，我对这一块有信心，说音乐一定会更好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他有聊说，呃，直播。 直播现在好红哦，大家都想直播。我们中广主持人也被抓去主直播，呵呵还蛮好玩的，对不对？那直播有分很多种啦。那他金曲奖当然讲的就是演唱会要不要直播。那我觉得演唱会直播是呃，就是因为我有在主办方的公司做事过嘛，所以我就觉得说直播其实对主办方是一个很。 不知道该不该做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直播，那可能人家就不来听演唱会；可是我不直播的话，可能就呃没有办法真正去呃 promote 到我的艺人，所以这是一个很。 要再看看该不该做的事情，那其实也艺人也很重要，就艺人愿不愿意直播也很重要。但我要跟你们说，就是如果你们去听演唱会，请你不要乱去直播，因为这样子对主办方还有艺人很不礼貌哦。所以直播是一个可以接下来继续再讨论的一件话题。但音乐圈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金曲奖请来的人都应该是就是比我还酷的人吧，然后都是音乐圈很就是。 很很棒的人，所以大家已经开始在讨论这一点了。所以如果大家很喜欢听直播的人，那你们有希望，因为这已经是呃金曲奖请来的人在想的一件事情了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，他们请来一个叫 Mr Fantastic 的公司，然后他就是嗯。 在把西方音乐带到大陆，然后发展的还不错，我觉得很蛮苦的。那我觉得说，就是我有跟，就是因为他是，就是让我们观众可以问这些人一些问题。那我有问他说，为什么说就是我们华人都会去听？ 呃，就是西方人的音乐，可是西方人不听我们华人的音乐啊，因为他他他是白人，哈哈哈,哈，他他对他是这个白人，所以我故意要问他，然后呃他就笑了一下，然后他就呃我们是讲英文嘛，然后他就说哦对，因为我们两个比较就是都是在国外长大的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懂说就是。 华人音乐虽然很棒，可是可能在国外的话，他们听不懂，他们就不会试着去听。但我们可能听不懂，还是会试着去听，因为就是电影里面也放他们的音乐。所以他说，他其实觉得说这个也是一个慢慢慢慢可以变的一个东西。那我们大家要努力，就是啊、呃，不要只听西方人的音乐了，我们也要去自己创造一些，让他们听我们啊，都不对，我觉得。 这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事情，把我们华人曲音乐、华语音乐带大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比 K-pop 还大，好不好？然后其实就是要说到一点，就是这是不是金曲奖的想法哦？OK，我现在呃插进来说说我自己的想法，因为呃在美国我有。 做很多调查，那其实韩国 K-pop 的音乐在美国办的还不还算蛮成功的。可是，就是我有打听到，就是韩国政府他们请，就是他们花钱带八百个人在他们的 K-con 的团队里面。 到美国办这个演出，八百个韩国人飞到洛杉矶办一个演唱会，你知道有多难吗？我，对啊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团结的国家，虽然有时候太团结了，但是我觉得呃，台湾和就是华人圈可以学习学习，就是你要捧好我们的 Mandarin。 Pop 的话就要团结一点啦，大家不要再吵吵闹闹。我们反正都讲华语嘛，都不对，所以要一起捧一起啊，才可以就是成功在国外嘛，好不好、啊？我们一起来，这是我自己觉得可以，我想鼓励的。因为我小时候在在美国很爱听音乐，可是我就是听不太到华语音乐啊。还有后来就是有 YouTube 或是。 真的就是很散，没有听到我长得跟我一样，听说话跟我一样的人在唱歌。我觉得，呃，我们要努力给下一代这种机会，我没有得到的机会，可是我想带给下一代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可以增加他们的信心。然后，真的就是对我们，呃，华人说是可以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创造的音乐。 音乐真的好听又厉害，然后我们科技又这么厉害，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的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？呀、yeah,，台湾华人圈，呀、yeah,，华语音乐，加油加油！好啦，那也谢谢金曲奖请来这么多人，可以 inspire 我学到这么多东西，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，我才可以今天巴拉巴拉巴拉讲这么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谢谢金曲奖，你们请我，呃。 到台湾听啊、呃，你们请来的这些人讲话，然后呃，谢谢，对，谢谢招待了我这么好，对啊，那谢谢大家也来听我。 讲我的金曲奖的经验。接下来金曲奖也有办 showcase，就是小型演唱会。呃，每个晚上就是下课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听演唱会，真的很酷耶！他在 Neo Studios 里面，所以接下来的下一个 Music Life 的节目，我们就来讲他们 GMA Showcase 喽。那今天 GMA 的 panel 就讲到这边喽，因为它其实真的很多东西，呃，可能以后可以再分享给你们，但。 天就讲到这边了，谢谢你们听，欢迎你们下一次再来听 Music Life，、哦、这是中广的教图课 Just Talk，我是 Shannon 张农，再见喽，拜。